恩典三六五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我们透过神的话，每一天亲近神，每一天安静在神的面前 QT 来认识这位神。我们透过诗篇121篇，这段时间你看，短短的几节里面，我们看到说，这位神是像山一样永不动摇的神，他是创造天地，是那位全能的神，他是信实的神，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。昨天和大家分享到，他是我们的保护者，他是避难所，躲在他里面，在他里面就有平安，谢谢主。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你会发现说，还有就这么短短几节，你还可以看到，哇，我又可以再多认识神一些。神是一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位神呢？好像这段经文里面，在第三节第四节，我再读给你听。他说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他是不打盹不睡觉，他是永远的保护者，他不下班的，他不打烊的，他不会，他很有能力保护，但是对不起，明天请早，因为今天下班了。不，他不打烊，他不下班，他不休息，他不睡觉，他不打盹，他不睡觉，他不会停下来。现在睡觉了，现在不接 case 了，现在这个电话留言，不是。你知道你有时候想找一些人帮忙，哇，想到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去找他，找到他的电话拨过去，结果他说请留言，你就是很失望，说我好不容易想到一个可以帮我的人，可是他为什么不接电话呢？主永远不会不接你的电话，你的祷告，当你的祷告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他永远不睡觉不打烊不休息，他是那位全时间全永远与你同在的那一位神。而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不打盹，我觉得真有意思啊。睡觉还是哦，他不睡觉，打盹是什么？就是打一下瞌睡，他连一下打瞌睡一下都没有。你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车那种很累很累的时候，我有的时候开车开高速公路上面很累很累，真的会突然觉得，哎，好像顿一下，我碰到这种情况都会自己吓一跳，赶快开下去，宁可开到路边去停下来，或者从交流道出去去稍微休一下，因为真的很危险，一下子之间就顿了一下，那只真的是打个顿，可是你正在开车耶。我认识一位长辈，一位非常好的一位牧师，他就有一次他出车祸，我吓坏了跑去找他，他跟我讲说，少文，你真的不要相信自己哦。他说你知道人有多可，他说他进到一个山洞，开车在这个也是在一个高速公路上，经过一个山洞，他说那个山洞不是什么像雪穗这样很长的山，这是一个短短的山洞，但他说他印象里面，他车开进山洞，他在开车，师母坐在旁边，他还跟师母两个人大声唱诗歌，因为觉得很累很疲倦，唱诗歌好像让自己精神振奋一点。他还记得他进山洞的时候还在大声唱诗歌，忽然一下子不知道怎样，砰就撞了，他就是突然打个瞌睡。他说你看，就那短短几秒钟当中，几秒钟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累到就还在唱歌的就顿一下，可是一顿一下，车子大概在转弯的过程当中，就在那个隧道里面就砰就撞上去，还好后面没有其他车子追撞上来，虽然受了一点轻伤，但是我听他这样讲的时候就觉得真的耶。他告诉我说，他觉得说没关系，撑一撑就可以过去了，快到了，撑一撑，撑一撑。但是就是在那短短的一点点时间，突然打个盹，他没有打算要休息一下，他想要撑的，但是人的体力到了那个负荷的，就突然打个盹。他说：“莎，你有没有看到，人真的好不可靠啊？我以为我再撑一撑就下，就是那短短的几秒钟都撑不过去。”但是谢谢主，我们的神连几秒钟的打盹都没有，他不会刚刚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打盹了，刚刚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离开了，刚刚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走开了一下，不，他永远与你同在，他是你的保护者，而且是永远的保护者，谢谢主。主啊，我特别要为现在正在难处当中的一些朋友来祷告，今天你让他们
看到这一集恩典365，领受这样的一篇信息，绝不是偶然的。这么多的人在听，但是你看见他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他看见你，他知道你的需要，他知道你的软弱，他知道你明白他在对你说话，他就是告诉你，他是你永远的保护者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你的话怎么说，事情就怎么成就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你知道主在对你说话，他应许你，他是你永远的保护者。有主同在。